降井田现场崩溃，宋威龙到底有多瘦？近日宋威龙空降井田直播间，见到本人的大甜甜感叹龙龙也太瘦了，而宋威龙也表示自己怎么吃都不胖，平时都喝全糖奶茶。就是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不吃的。那你会喝那些碳酸饮料那些吗？也会喝，特别喜欢喝。而且他还表示自己很困扰，怎么都吃不胖，只能通过运动来增肌，这更是让井田羡慕嫉妒恨。咱们普通的这个甜甜们，对普通的我们，吃啥都长胖的。那么对于怎么吃都不胖的宋威龙，你羡慕了吗？